还不快去解开！是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回许都了吗？先不说那么多，把他们的衣服换上，我们去找陛下会合。那之后呢？ 不知道，先出去再说。你还在生陛下的气吧？习惯了，从他一进宫就这样。来日方长，你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彼此。唐英。 你还是不肯放弃，就为了这个虚无的汉室，这对无能的帝后。你是什么人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若非汉室无能，天下何以分崩至此？徐州又怎会生灵涂炭？师兄，你说的这些，我已经都不在乎了。难道是为了那个司马懿？ 真是为了司马懿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你不会懂的。你就像以前的我，真希望有一天，你也能遇到一个人，能让你看到血与剑之外的世界。好，你要走，我不拦你，只要他们舍得。走。 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娘娘还不知道吗？唐王妃已经服下了袁绍的毒药，离开这里，她就会死。陛下，皇后去了唐王妃的营帐。 我们不能走了。为什么？唐姐姐被袁尚下了毒，她不能走。好，那我们去救唐姐姐。都准备好了。
陛下和娘娘真有兴致啊，这大半夜的还出来散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跟臣一起到一个观战的地方吧。好啊，天翻地覆就在今夜。以为貂蝉这个传说已经在乱世中结束了。乱世还没有结束，谁又能脱身？杀死曹操之前，我不会离开的。能与天下第一美女同仇敌忾，我真是三生有幸啊。信我已经送到了，但是我不确定郭嘉一定会来。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郭家，只要你在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你不会被郭家搞得芳心大乱了吧？可惜呀，晚了。今晚就让这世上最美的脸和我这张最丑的脸为曹操和郭嘉送葬吧。请。杨主簿，我们还在等什么呀？再不走耽误了军情，那可就事大了。急什么，我这可是在救将军的命啊。郭嘉这次让我带上自己的西凉兵，主簿还认为他有意害我？不，只是这一次他自身都难保。什么意思？今夜曹操必败。主簿何出此言呢？许攸是袁绍送给曹操的圈套，曹操钻了，败局已定。真的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那是二公子？不，那是我们送给袁绍的礼物。你们三个卑鄙小人居然联合起来算计我。二公子，我曹丕，你也是个快要死的人了，如果骂人能让你开心一些的话，你就尽管骂吧。要怪的话就怪你自己姓曹吧。将军，杀死胡车儿的就是他，难道你不想报仇吗？张兄，你可以杀我，但你得告诉我当年宛城的真相，我也好死个明白。张将军，这桩千古秘辛我也十分好奇呀。告诉你也无妨，虽然我身在其中，但也十分茫然。既然两位聪明人都在场，就和你一同参详吧。此处正好可以看到乌巢，等一会儿乌巢起火就说明曹操中计了。陛下和娘娘就安心等候吧。好一场盛宴啊。
若是能助大将军完成此计，也不枉朕微服这一趟。这天下许多事不亲眼见，还真是想不到。其实臣对陛下这几日的观察，陛下并不像传说中那般柔弱无能，只不过生不逢时罢了。否则以陛下的才能，这残破的天下早就被你给收拾起来了。那大将军你呢？等荡平曹操之后，是否愿意跟朕一起携手收拾这残破的天下呢？此一时彼一时啊，今日曹操覆灭，天下诸侯都不足道哉，从此收拾天下就不再需要一个空头的帝王之名了。皇后，今日的情形朕突然觉得有些熟悉。当年朕还小，被董卓幽禁在长安宫中，大将军那时候带着18路诸侯来讨伐董卓，那夜朕也是这样远远等着，等着大将军打破潼关，扫平一城。嗯，且知道了。只可惜当时联军私心太重，各怀鬼胎，最终功亏一篑。是啊，当年的骁骑校尉曹操如今成了大将军的劲敌。陛下不必逞口舌之快，一会儿你就能看到那个曹操曹阿瞒的葬礼了。哼，乌巢，看乌巢起火了。曹操，哼，不是董卓呀。陛下，此番可以看到逆贼覆灭的下场了吧？当年贾诩带来了一个自称魏文的人，他让我们趁曹公在宛城的时候发动一次叛乱。这次叛乱要伪装的像是袭击曹公，但真正的目标却是曹昂。我大哥无权无职，他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目标？对，我也觉得这个想法十分荒谬，但是贾诩说这个魏文能保证我们的安全，还能让我在曹公那里获得更大的好处。魏文是谁？贾诩说我还是不知道为好，我十分信任贾诩，于是听从了。后来就正如天下所知的那样，胡车儿亲自带兵围攻，曹昂战死，而曹司空和二公子在贾诩的刻意安排下侥幸逃脱。张将军，你威震天下，原来是个老实人啊。魏文，魏文，这个魏文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？而且为什么要恨我大哥啊？想要知道他的身份其实并不难，只要看宛城之乱谁的利益最大，那他的身份便昭然若揭了。快告诉我。袁绍，看来你已经猜出来了吗？张将军，你想一想，宛城战役中最有价值的死者是谁？是曹昂。曹昂死后，曹家又发生了什么事？杨公子又何必如此残忍，非要把真相说出来呢？是二公子说要死个明白吗？你们最好快点告诉我，否则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你兄长曹昂比你大10岁，文武双全，又由正室丁夫人亲自抚养，是你们曹家毫无争议的继承人。在宛城这一死，丁夫人悲痛欲绝，与曹公决裂，不复相见。没了曹昂，曹氏的继承人只能是从卞夫人的3个儿子曹丕、曹彰与曹植中做出选择。没了丁夫人，
曹公只能把卞夫人扶正，所以你放屁！我问你，卫文是什么意思？琅琊开阳路上生长的一种蝎子。你母亲又是哪里人？琅琊开阳。这只是一种巧合，我母亲不是这样的人。傻孩子，你的母亲为了你什么牺牲都可以做，你看母爱是多么伟大。原来就是卞夫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知道真相以后，我忽然有点舍不得杀你了。不知留着你不杀，然后看你背负着母亲的罪孽度过一生，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呢？闭嘴！你闭嘴！其实曹公绝顶聪明，我们能猜到的，他早就猜到了。只是卞夫人跟随曹公多年，又为其生下三个儿子，想要处置他于心不忍。只是就可惜了二公子了。曹公对长子的痛惜，对卞夫人的怨恨，全部迁怒于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身上。怪不得我大哥死后，我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。可是这一切为什么全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？这不公平。现在你知道真相了，赶快去找你爹赎罪吧。司马懿，你疯了，你干什么？这我去救回你的陛下，我欠你和欠我爹的就还清了。陛下，臣助陛下诛灭汉贼，山河一统。是啊，山河一统。陛下的胸襟令臣佩服。不知大将军圣曹之后打算如何安置陛下呀？臣都想好了。陛下常年操劳国事，无暇自顾，以后就在臣的地界上选一块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今后天下的事就由臣代劳了。你们二位还是回去多生几个娃吧。你的地界，将军是认为汉室已弯身之所了吗？娘娘以为呢？今日曹操一败，如果我抛弃了汉室，你们还有安身之所吗？哼！张合带兵攻打曹营，捷报也该传回来了吧？我想快了。那好，回营。大将军，今晚的盛况才刚刚开始，还不着急回去吧？陛下真有兴致啊。那是杨武。杨武，司马懿，你们究竟在做什么？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，一言以蔽之，我要配合陛下成就他。你们看，杨武方向起火了。看来袁绍真正残留地点在杨武啊，曹操去的就是杨武。司马懿，你骗我！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！抱歉啊，白云苍狗变故太快，陛下放弃了袁绍自然有他的理由，等我见到他之后一定替你好好骂骂他。啊，我们不是来偷袭曹操的吗？这下怎么办？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曹丕了，他和曹操不会放过我的。张将军，这件事好办，你现在就随我去救二公子、救陛下、救皇后，说不定你还能抓到袁绍那个活宝呢。
这对曹操来讲可是大功一件，他会感激你的。你以为你们趋炎附势投靠曹操，他就会放过你们吗？像这种问题啊，等我见到那个傻皇帝，我也会问他的。张将军，你在曹丕面前露了底，救人如救火，要是还不跟我去的话，这最后自救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去。杨主簿，对不住了。司马公孙，去，都跟我走。去，去。我杨修竟然与如此愚蠢之人为伍，我就看着你们如何自取灭亡，看着曹操如何颠覆汉室。怎么可能是杨武？没错，是杨武的方向，我军粮草所在之地。怎么可能？是谁袭击了杨武？真没想到曹操竟然会相信你。曹操未必会相信我，但是曹操身边的人一定会。报，曹军轻骑袭击杨武，杨武失陷，粮草被烧。报，主公，偷袭曹营的部队中了埋伏，张合将军投降了。混蛋，废物！是你。是你利用了许攸。官渡之战你败了，袁绍，不是你抛弃了汉室，而是汉室抛弃了你。那边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唐王妃的解药交出来。好，我给你们解药，我给你们解药，我给你们解药。那是匪先生的毒，我怎么可能有解药啊？什么？匪先生在哪儿？他在乌巢，现在已经葬身火海了。你们的唐王妃也给他陪葬吧。你们也跑不了，通通给我拿下，保护陛下。谁敢对陛下无礼？你们也背叛了孤主公。我们也没想到陛下所说的都发生了。他们不过是选择了胜利者。谁能想到汉室的皇帝竟然选择了汉贼曹操？你为什么选择了曹操？这一战，朕并非选择的是一家之胜败，而是天下人心。报，主公，发现张辽大军，距我大营已不足五里。报，主公，已经不知从哪里冒上来的曹军偷袭我大营，大营一片混乱，请主公明示。仲达来了。曹兵偷袭！司马懿，我来接我的新娘回家。我跟你回家。回家之后，我给你点一簇大大的花烛。
包去酒，乌巢城内果有埋伏，城内堆放尽为稻草。此时陛下应该胜了吧，走吧。徐蜀将军已经攻破了乌巢，城内大火蔓延，祭酒不必亲自涉险。哼，乌巢城里还有人等着我呢，我去会会老朋友。凭你们守得住吗？王月，他可是天子，给我杀了他们！拿下袁绍！给我追！快去找唐姐姐。又见面了，曹丕，陛下走吧。张绣在底下接应，见到我爹麻烦告诉他，是我救了你，我的罪孽还清了。陛下，我们走，我们拿解药要紧。不行，陛下是要我们都死在这儿吗？高将军，保护曹丕。动！陛下放心。走。呀！我这道疤就是你给的，来，往这儿刺。父亲，大哥，我现在就把命还给你们。来呀！袁绍的事，你不管了。我救出了你，成就了议和，这趟出门就已经大功告成了。我还管张绣、袁绍那两个村夫干什么？咱们只需要再做一件事情，就可以彻彻底底把他们撇得远远的。什么事啊？咱们先坐会儿。嗯。咱们就在这里等那个臭小子下山。等他下来之后，我要好好的揍他一顿。他孤身去袁绍的大营，说反水就反水，害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救他了。他也终于自己做成了一件事。不过，你怎么都会知道该如何救他的。就像我知道每次怎么能找到你一样，这一次可算是让我抓住你了。你可不能再跑了，要跟我一起回温县。带一个王妃回家，你不怕你爹吗？我呢，会让张绣告诉曹操，唐王妃已被袁绍所杀。你现在唯一的身份，就是我的媳妇儿。让我想想啊，回到家里，我爹会吹胡子瞪眼，二话不说追着我，痛打我一顿。而我的弟弟们呢，会围着你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姐姐，然后十里八乡都会知道司马家聪明绝顶、帅气俊朗的二公子带着媳妇儿回来了，然后他们就会挤破我们家的家门。怎么会有你这么厚脸皮的人？你不喜欢吗？这样我才可以锲而不舍地追到你啊，这不就是生活吗？生活，司马懿，我想跟你一起回温县，哪怕只有一天，
便是真的死了，我也情愿。瞎说什么呢？一天哪够啊？我们还有大好的青春呢。从我第一次在祠堂见到你，就想把你从这乱世里拉出来，然后看看我心中的美人是不是更美了。你说呢？你是因为太激动了吗？我还没亲够呢。唐英，唐英，唐英，你怎么了？唐英，唐英，醒醒啊，唐英！曹操还是没有来，郭嘉也没来。乌巢之计失败了，袁绍定也失败了。就算郭嘉来了又能怎样？你骗了我，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战胜曹操。我没有骗你，我没有骗你。我跟郭嘉师出同门，我怎么会不知道袁公必败？我所要的只有郭嘉，只要郭嘉死了，曹操离覆灭还会远吗？你已经败得很彻底了，还说什么要杀死郭嘉？你等着看吧。你告诉我，你跟郭嘉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因为一个女人。给我拿枪。他来了。怎么就你自己啊？陛下呢？毒发了。什么毒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唐姐姐不会告诉你的。袁绍给他服了裴先生的慢性毒药。那袁绍呢？啊？逃了。扶着他。你们给我追！陛下已经去了乌巢，他去拿解药了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在这干等着吗？相信他。家，你还是来了。我不来，怎么能把你这条毒蛇逼出洞来呢？哼，哼，我们的恩怨该了了吧？
走吧，该回家了。你一直都知道我的意图，对吗？是。如果你不是被仇恨迷了眼睛，你本该看出来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若是你死了，你怎么能看得到一辈子被仇恨支配的丑陋模样？你不会想变成这个样子吧？走吧，孩子们，衣服都已经破了，他们还在等着你回去做新衣服呢。国家，想不到这么多年，你还是这么花言巧语的。难道你现在移情别恋，忘了你的画丹小师妹了吗？闭嘴，你不配提起他。国家，你永远逃脱不出女人的陷阱，对付你最好的武器就是女人。怎么，你想杀了我？来呀，你别自欺欺人了，华丹那是被你侮辱之后自杀的，你给谁报仇？你别再提他的名字了。华丹是谁？你还不知道？那让我来告诉你，华丹是他最爱的小师妹，可惜呀，他一直都不敢行动，于是我就给他喝了点酒。想不到啊，这人和禽兽之间差别也就那么点药沫。好，说完他，你就把这个故事说完，这将是你最后一次说这个故事。没错，我也喜欢华丹，可是华丹就偏偏只喜欢你，那我何不成人之美啊？你想不到吧，那天晚上就在你的旁边，我亲眼看见你把华丹推倒在草地上，你撕碎他的衣服，然后你像野蛮的野兽一样狠狠地进入他的身体。华丹的血好红啊，华丹的腿好白呀、啊！国舅，你还是失控了，你输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自己5年的毒药，我就是为了等到今天这一刻。顾青桥，你怎么了？顾青桥，你怎么了？顾青桥，顾冯笑，顾青，顾青桥，我和你。华丹师妹在地下等你，顾世雄，
你快告诉我，你快告诉我，怎么才可以解毒？没想到我也有失算的时候。我死了以后，答应我，以后为自己而活。我跟你的账还没算完，谁让你死了？我能得到你这双手为我埋葬，我就是得道成仙了。郭凤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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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，野花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，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，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沦了多少个心霜，笑点之之欲流尽时，乱世百年笑